家又是黑的。来来了。真的。哦，还是黑的。选择想玩的模式吧。在游戏中捕获。开始 Pokemon Trainer 吧。旋转转盘来决定地点吧。到底有没有啊？发现神奇宝贝是非常强烈的神奇宝贝。Mewtwo，Chestnut 是强力的神奇宝贝。Tetrum。按下按钮来决定队伍。按下按钮，再上吧。Rodon、Rayquaza、Niogre， 战斗开始。第一回合。你的神奇宝贝要回归原始了，回归原始。回归原始。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轮盘，提升攻击力。3、4、5。嗯。上啊 ！Draco Meteor。很好。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。Outrage。对手也很有能耐。第二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超进化机会，向联赛本部暂时借用进化月食吧。停下轮盘吧。成功。超进化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轮盘，提升攻击力。3、4、5。嗯。上啊 ！Draco Meteor。搞定了。捕获机会。对方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。最终回合。旋转战场，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瞄准红色的数字吧。3、4、5。嗯。上啊 ！OK。很好。
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。小心啊 ！Boots Great。一手很有能耐。不妙，是辅助攻击。天巨大的力量被解放了，地图座出现了。搞定了，捕获机会。礼物模式，丢珠宝。生存奖励，按第六球。按下球体按钮，停止轮盘吧。三、四、五。跳，是超级球。我靠！太好了，恭喜！神奇宝贝资料传送中。传送结束，取出Jetta吧。下次再来哦。